都回来了。哎，爷爷呢？我想有一个叔叔，找爷爷有事儿，爷爷先让我自己上来了。哦，好，你呀，进屋洗洗手，奶奶做饭给你吃，好不好？嗯。对的，我跟你说一件事啊，你不要怕狐狸精。我已经问过周叔叔了，周叔叔说没有狐狸精。以后谁要是说自己是狐狸精，谁就是骗人的。告诉你，你就快要抱孙子了。真的？建平，是真的吗？是真的。哎呀，真是太好了！老天爷有眼了，终于让我这个当妈的抱上孙子了。哎，建平，你以后可别再惹狐狸生气了啊！从现在开始，你媳妇儿就是咱们家的重点保护对象，一切照顾都优先。谢谢妈。哎呀，谢啥呀，狐狸，我给妈怀了大孙子。哎呦，妈应该谢谢你才对呀，你不知道妈有多开心呢，知道吗？哎，建平，你赶紧扶起媳妇儿回屋歇息啊，一会儿饭好了我叫你们啊。辛苦了。哎，哪不辛苦不辛苦。老天保佑，保佑我的孙子平平安安的生下来。我的文小姐，什么？这一定是他干的，一定是他干的！行了，狐狸，别生气，别生气，动得太气。这个野孩子到底想要干什么？我一直容忍他，一直不理他，他就得寸进尺，爬到我头上来了，这口气我咽不下。行了行了，一个小孩子懂什么呀？我说说他。不懂事就要教会他懂事，你为了迁就姑息，到最后还得了啊？林建平，我警告你哦，不准拦着我，我一定要好好教训他。放开，狐狸，出来！你到了，你干嘛？你看他一个人做的好事，我处处为他着想，他却这么报答我的。对的，爸爸问你，你为什么要画一些这些画呀？啊？你看看你女儿，她就这么说话，你还要我忍她呀？你想我们的孩子憋死是不是？怎么了？我肚子痛啊！呀呀呀！怎么怎么了？你就不能少惹点祸吗？你说你画这些鬼画来吓人呢、啊？你人小鬼大，你现在都写到天上去了，行不？妈，这个孩子小，你就别骂他了。我肚子好痛啊！管你的宝贝去！我跟你说啊，赶紧把他扶他妈那儿去，万一他撒野伤了我的孙子，跟你没完！豆豆，别哭别哭啊！豆豆别哭啊！豆豆不哭，一会爷爷带你到公园溜滑轮，好不好？啊！妈妈家，豆豆，先滑滑轮，让爷爷看看，滑得快不快？这次啊，好，哎，爸，你找我什么事儿啊？怎么样？哎，你看豆豆多可爱啊！建平，我执意把豆豆留下来，你是不是很为难呢？没事，有话就直说。我是不是应该把豆豆还给汪晴，免得狐狸他不高兴，是不是？啊，我知道，您一直拿豆豆当亲孙女，您舍不得他走。是啊，这样他走了，我还真是心里挺难受的。可是家里也不能天天打仗啊，
而且豆豆一直说他想回去。豆豆，过来。慢点儿。爸爸。嗯。你是来接我去妈妈家的吗？爸爸问你啊。你喜欢爸爸呢，还是喜欢跟妈妈在一起的那个叔叔啊？当然喜欢爸爸啦。那好，那咱就不回妈妈那边，跟爸爸在一起，好不好？但是爸爸家有阿姨更可怕了。哎，豆豆，有爸爸在啊，对不对？还有，其实胡阿姨啊，她不坏，没什么可怕的呀，对不对？她就是说话厉害一点，是不是啊？我想妈妈。是啊，跟爸爸住一段时间之后，爸爸再送你去找妈妈，好不好？你不许骗我。爸爸不骗你。那好吧。来，爸爸跟你。好，慢点啊。哎，慢点。你看看人家滑，你看看，看人家滑就滑。哟哟，哎呦，小宝贝儿。滑得真好。刚才我爸问我什么时候把豆豆送走。好啊，那你就跟你爸说明天一早就把豆豆送回去。这话是怎么说，但心里肯定是不舍得呀。一个来路不明的孩子到底有什么舍不得的？你爸真该心疼，真该舍不得的是我肚子里他亲生的孙子。哎，我说狐狸，你说你说话怎么那么刻薄呀？什么叫来历不明啊？我也一直把他当自己的亲生孩子养，好吧？你就不能替我着想吗？对我来说，那个孩子就像汪晴的分身一样，如果他一天待在家，我就不得安生。而且那个孩子现在这么恨我，哎，他画的画你也都看见了。不管，我话先说在前头，为了我们孩子的安全，你一定要把他送走。哎呀，至于吗？一个孩子，那个孩子不是普通的孩子，你不觉得他有点邪恶？哎，狐狸，你把这个邪恶用在一个孩子的身上，你不觉得太过分了？一点都不过分，不信你等着瞧。睡觉了。